这个地球的每个部分都是神圣的，每根发光的杉木针，每粒海沙，每片薄云，和在旷野里鸣唱的小虫，都在记忆和体验着圣洁的精神。你知道，树枝穿过树干，就像血液流过身体。我们是地球上的一部分，我们无法和地球分开。我们的姐妹是充满香气的花儿，山上的岩石，草地上的露水。我们的弟兄是伟大的马、鹿和老鹰，和小马身体发出的热气。和我们人类是出自同一个地球。你知道，地球不属于人，人却属于地球。就像血液把我们连接，我们人类要共同保护环境，爱护地球。人不能编织生活网，人仅仅是生活网中的一条丝线。怎样编织这个网，直接关系到我们人类的生存与福祉。地球是珍贵的，是从神来的，谁破坏了它，谁就是藐视了它的创造者。这个地球的每个部分都是神圣的，每根发光的杉木针，
美丽海沙，每片薄云和在旷野里吟唱的小虫，都在记忆和体验着圣洁的精神。你知道，树枝穿过树干，就像血液流过身体。我们是地球上的一部分，我们无法和地球分开。我们的姐妹是充满香气的花儿，山上的岩石，草地上的露水。我们的弟兄是伟大的马、鹿和老鹰，和小马身体发出的热气，和我们人类是出自同一个地球。你知道，地球不属于人，人却属于地球。就像血液把我们连接，我们人类要共同保护环境，爱护地球。人不能编织生活网，人仅仅是生活网中的一条丝线。怎样编织这个网，直接关系到我们人类的生存与福祉。地球是珍贵的，是从神来的，谁破坏了它，谁就是藐视了它的创造者。